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一下，这个是竹下 Oriku 的这个乘坐式的割草车。那他们很多东西都是日本原装的哦。OK， 然后右边的话是卡博卡博，那非常适合学校好比较平地的地方可以来做使用啊。好，那我们左边呢就是我们的有帽工具。好，那我们等一下来请我们的水哥，我们的林老板来介绍一下他们的一个产品。好，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有帽工具。那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是林老板，我们的水哥。谢谢。那我们现在直接由那个林老板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家的一个产品。好，首先我们跟各位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公司的搬运车，田间的搬运车。搬运车，田间搬运车。对对，我们的搬运车有分单轮、四轮、三轮。三轮。衍生出来的形式就是有短板，有短板的，短板的，还有一个长板的，长板的，等于说，按讲的，当哦，冷胎、沙胎，冷胎、沙胎的差别，是说我们的三轮的话，也有另外有做斗式的，斗式的，然后我们这个三轮的话，斗式的话，它都可以先斗，也让先到了，可以先斗式的，对对对对，电池位置都是在一样。这个电池是可以拔起来充电的。对，我们都是做电池抽换式，所以你要充电的话，就是把电池抽起来到你的那个电源的地方充电。充完电之后再把它放进去，锁过去，盖起来，再恢复，再继续使用，都是属于快拆。车子全部的系列都可以前进后退都可以，都是没问题的。了解了解了解。这是我们的搬运车系列，我们的搬运车也全部都符合农粮署的补助，有在补助的范围内，电动农机都有享有50%的补助。我们小型的电动农机都是有就是可以补助一半可以补助一半，但有最高上限。另外这边的话就是我们自己的清洗机。高压清洗机。我们的清洗机的总种类的话，就可能就比较多一点点，从最小的5.5码到最大的目前已经做到25码的。5.5码到25码的引擎。对对对。压力的话，我们从2000 PSI 到做到现在已经有5000 PSI。2000至5000 PSI 这样子。我们的引擎全部都是汉达的引擎。汉达引擎。汉达的引擎。对，压力水量都可以调整。了解了解。那目前这个5019就是你们比较大马力的。对对对。的这个使用者5000 PSI 在专用的。对对对对对对。我们目前因为我们引擎也有新到了一颗那个 GX800i 喷射的，是喷射的。我们现在也有在着手要搭配更大压力的机型出来。了解了解。好，那除了喷雾机，那我们的林老板还有什么要介绍的呢？还有我们全系列的 Honda 的商品这个就是我们变频系列的发电机。那本田的变频的发电机的系列都是非常有名的，像 EU22i EU 这个 10i 这个都是很多有出去露营的使用者都会参考的一个机型本田这是非常厉害的地方。对对对对。再来就是我们的割草机。割草机这都是本田整台都是原装的嘛。对对对对。这一台是我们明年即将要进来台湾的电启动系列。电启动系列哦。意不意外？开不开心？那这个非常特别这是他以后的钥匙。是，对。他目前的话，这一台的话是用 GCB 200的引擎。GCB 200的引擎。未来的话，也是台湾目前最大颗的草坪机引擎。是。6.5码。6.5码的引擎。对对对。那这一台是自走式的吗？这台是自走，而且它是油压无段式。油压无段式的。对。还有之前的话，自走的话可能会分段落，一段、二段、三段。是。这个现在是无段的。对对对对对对。这台未来就是电启动。电启动模式。然后很多消费者会问说电启动它也不用电池。它是用 USB 充电。用 USB 充电。那这个是非常。
那在这边的电池盒打开之后，里面会有一个充电接头，是，哎，就可以充电。Nice。哦，所以它是用充电的方式，类似一个行充的概念。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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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所以这台是我们预计明年要准备，这台是从那个欧洲进口，欧洲本田那边生产的。是啊，所以从欧洲本田那边会生产之后再进来台湾。那这一台明年有机会补助吗？机会哦，我们有在未来会先进样品机进来，这台是第一台，然后再去由公司那边决定看是要怎么去推行。对对对对。啊，然后这两台的话，就216就不用说，这是我们216就是最经典的啦，本田最经典的自走式的割草机。哎，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一台是我们今年重新回来台湾的536 UM 536的，对。这一整台都是日本原厂生产的。那什么样的人会比较适合用这一种的机型？一般的话，就像果园或杂草区，哦，杂草区或者是有棚架底下需要穿梭比较自如的，哦，像我们彰化那边的那个葡萄架或葡萄园的果架下面，或者是像那个南投信义，哦，这一台都很多人在用。哦，那像旁边这种比较小轮胎的这种，那又比较适合哪一种人？一般来讲的话，这个我们会比较建议在比较平整的环境，比如说像一些那个学校啊，或者是家里面的草坪啊、别墅啊，或者是你的农地，当然你有办法整理的像草坪上，那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种小轮胎在田区里面的话，会比较不好走。哎，可是不然遇到有些窟窿，你看轮胎就不一样了。大小就不一样了哦，大小就不同了，就不一样了。了解，所以这个就是我特别为果园来做一个设计。对对对对，啊，活动性也不一样，那三轮更加活动。哦，了解。好，那再来就是我们耕耘机系列，本田原装的这个耕耘机，好，哦，这轮最小的201、201、220、220，那这两款就是非常，其实在市面上也很常见啊，蛮常见的。对对对，它整机都原装日本进口。对，这属于无轮式的部分。哎，对。好，那这一台呢，看起来比较高级的这一台。哦，这是我们 FF300。FF300 型。好，哦。啊 ，FF 系列它有一个500系列。500系列跟300系列。300系列。它们同样都有搭载这个 ARS 系统。ARS 什么是 ARS 系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哦，ARS 系统的话，就是我们的刀刃，它的耕耘是正逆转。哦，它有正逆转就对了。对，它同一个轴心上面做到有一个正转一个逆转，这样的好处是说在你那个土壤哦打的绵密程度哦会更好。如果土壤更绵密的话，你的植栽的根系也会更能够深入，然后更能够包覆住啊，所以它的生长的情况会更好。那这一种的设计是也比较不容易暴走。对，因为相互力两边的力道会把它抵消掉。哦，所以你在行走的时候，它的那个车体哦，它不会有太大的跳动。那所以我们标榜是单手，它就有办法操作全部的系统。哦，哎，对，所以更加安全。这是比较属于日本的，他们的就有这一种的设计。对对对对对对，我们1英寸、1英寸半，哦，还有2英寸，印记板，还有2英级的。啊，这高扬程的，这上管的版本。啊，还有那个3英寸。哦，这些其实这些版本，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整台都是本田原装的 哦。我们现在看到是本田原装的，不是在台湾在组合的哦。就说油桶拢红色的，对，红色的油桶。好，哦，那像它有各种的这个这个口径的大小，好，哦，那就看个人的需求啊，哦嗯。然后这台是我们今年也一样新引进的 WXE5 XT， 对，哦，1英寸半的。啊，那诉求的话，这一颗引擎是新，它比较效率比较高，高效率的引擎。高效率引擎。对对，它所以它转速也比较快，啊，所以它送的距离高度也都比较远。也是属于快要就是高扬程的部分。嘿，它可以送到40米。我可以送到40米这么高。这一台小台的。了解了解。啊，然后另外这个是我们标准 H 的 WH20XT 标准版。哎，标准版就是高扬程的2英寸的。是。2英寸的话，这个可以到达50米。50米。啊，我们50米是扬程高度吧？啊，如果平面距离的话，我们原厂测试出来是500米，我可以送水送到500米没有问题。对对对对对，一般的发电机，一般的发电机就居多。
了解。那这个如果是我们就要讲了开放式的这个发电机、对。那如果说你是要露营要安静的要静音的，就是要看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变频式的，哎对、变频式的发电机。OK、好，那这一次呢就是我们有茂工具呢在我们嘉义农机展摆的一个摊位。好，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可以联络有茂工具，或者是我们庆穗农机。谢谢我们庆穗农机的访问，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好，那我们右手边的这个是 Bucket， OK， Bucket 在台湾已经很久了。好，那他们主要做的是发电机、铲装机。好，那他们也有这个美国厂的，还有他有很多的厂区啦。然后台湾也是非常的知名。好，那还有 Parkins 的引擎，好，它的这个大型的这个柴油引擎的发电机，好，也有在帮他们帮这个工程业啊来做一个组装，好，大家可以来参考看看，这是 Bucket。那左手边这边的话呢，这是百利的回转犁，好，我们贵哥，好，那它有锤刀式的割草机回转犁。好，如果是开九宝田的，应该蛮常看到这个回转犁的。好，那我就不打扰贵哥了。那我们继续往下面走。好，那今天这个影片呢，每个厂商我都会停一段时间。好，那大家如果说有看到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快转都没关系。好啊，我会针对各个厂商，我也希望他们可以讲详细一点，好，让大家可以更了解每个机型，好，然后每个厂牌他们的一个特色。好，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吉田，它属于就是在制造一些农用喷雾的一些材料。那我们现在请到我们的吉田的这个我们的技术员，然后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吉田的产品。大家好，我是吉田的林小姐。我们主要的产品是做这些农用的接头，我们主推现在在推的是这种快修接头。澳美有两种 7.5 8.5 的规格，很多农民跟我们说他们管破掉的时候要用铁丝绑，或者说要用油压管用油压机的，我们觉得这样太不方便了。我们只要用我们的接头，用简单的工具可以承受到100公斤的压力，可以承受到100公斤的压力。对，我们可以承受到100公斤的压力。再来，如果我们的管子要换掉了，拆下来可以重复做使用。哦，它可以多就是可以一直重复使用就对了。对，它可以重复使用，等于说我们买一次要用好多次，用好多年都 OK。 了解。那所以它有 7.5 跟 8.5 都有做制造就对了。对，它主要是因为管径大小的关系，我们有分 7.5 款跟 8.5 款的。是，对，了解。那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产品呢？我们还有像这种快速接头也卖得很好。再来，我们有一种我们自己开发的管架接头。那可以跟我们展示一下你们的这个快速接头有什么样的好处吗？好，我拿去。哦，可以这样直接做快拆。对，我们这可以直接拿来做快拆，就不用再用锁的方式。对，我们的概念是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如果农民还需要旋转的话，药水会从上面这里喷出来，不止污染土地，也会喷到自己身上，是会伤害健康跟伤害土地。如果我们先用快速接头把它接起来的话，我们工作时就可以直接拆卸了，再加上我们猪塞开关，这样我们药水就不会喷出来了。了解。姐，那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样长时间的测试下来，它的耐用度如何？我们这可以用到70公斤，可以用到70公斤。嘿，那以耐用度来说的话，虽然快速接头它长相都差不多，可是用料差很多。像我们的工边有经过热处理，硬度比较高，用久才不会变形。还有我们里面的那个，里面的油封也是可以耐酸碱的，所以我们用料都比较好。哦，所以这样可以让你的产品呢有更好的一个寿命。对，我们的产品的寿命也可以提高。了解了解。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吉田，那你们也有拍 YouTube 对不对？对，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是植农零到100，如果有需要的话，欢迎到我们的频道跟我们留言，或是看我们的影片哦。Okay。 我们是吉田，谢谢。好，那这个是吉田，谢谢。好，那我们现在来经过这边就是佐藤实业。哦，在嘉义的佐藤实业，那他们呢非常厉害的就是他们的割草机以及他们的搬运车。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像我们那边卖了很多像这个 STV 500型手推式割草机，这是他们台湾制造的。那这个是盘幅，这个他们割幅比较小的，好、STV 400型。那像这个就是比较适合在农田来做使用的。
好，自走式，你看它装的是人字胎，好，你看左边这个人字胎，那它装的马力不一样，好，像它这个是13马力的，好，那这是5马半的引擎，好，那这个这一种的，你有看到人字型的，就是比较适合在农地来做使用，好，所以说不一样的割草机，好，就算同样都是自走式，有的是适合农田，有的适合草皮，好，这个要来做好这个挑选。那你看到这种小轮的，好，这种小轮就是比较适合这个草地比较平远的地方来做使用。好，我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搬运车的部分。好，那佐藤呢，它的这个搬运车呢，其实一开始就是从日本他们那边的设计过来。好，那日本的话，他们这个小铁人履带式搬运车最重要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在于它的这一颗变速箱。我们引擎正下方这个是它的变速箱。好，那他们有日本原装的变速箱，也有这个他们台湾制造的变速箱，都是非常好用啦，好，都是非常好用，那零件也都通用。好，那小铁人呢，一直在这个搬运车上面就已经坐很久了，都已经坐很久了。好，一直是这个有在载西瓜啊，载冬瓜，人讲的西瓜车、冬瓜车，就是这一种。好，那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佐藤小铁人的履带式搬运车。哦，那像左边这个的话是它的高床式，哦，它有轮式跟履带式的，好，那在那个在菜啊，好，在一些作物都会用到这种高床式的，好，只有我觉得有真的有在务农的，真的就会看过这一种，好，就会很常看到啦。好，好，这个是佐藤，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是启发牌，好，启发牌的话，它有做了关于中耕机啊、搬运车等等。那我们现在有请到我们的季老板，好，季老板，那他的话应该很多农机械都非常认识我们的季老板。OK， 那季老板跟镜头打个招呼。嗨，大家好。OK， 那我们现在又有请季老板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启发牌、启发公司有哪些产品。哎，大家好，我们启发公司是在我们台湾农机界哦，也算是很专业制造的一家制造生产工厂哦。然后我们这边是我们的产品。这是单双轮的中耕机。哦，单双轮中耕机。哎，168。哦，然后转向离合。转向离合器的670。好，对，然后这对双轮式，然后这个是树枝打碎机。TF660。660。吹刀式割草机。对，然后也可以碎枝机啊，碎枝。那这个主要就是用在，就是你如果果树采收以后，它那个枝叶的部分会把它剪枝剪下来，是，然后就丢在那个田地，然后就直接把它打过去，就当有机肥料，就不用再。你现在用烧的话，那个环保局会罚钱嘛，哦？会罚钱。对对对，那就是用这个，还再来就是果园除草也可以用，除草也可以用。对，然后现在有这几年来就是一些那个养鸡场，就是打鸡粪，也是会买这个去打鸡粪。打起来的话会比较松，了解，对，这个就是660。哦，所以它的功能其实它是多功能，也可以用在打基石，对，可以用在果树割草，对对，哦，它有碎木的功能就对了，对对，针对于细枝的部分，对对对对。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关于这个割草机。哦，这个是手推式的割草机，手推式割草机，这个是本田引擎，它是高转速3600转的，是，哦，它有一个专利。就是这个离合器，它离合器，它如果怠速的时候，引擎发动怠速的时候，它刀子不会动，比较安全。嗯，然后油门吹下去的时候，它离合器咬合，它就开始动作了。哦，等于说你一发动，它就不会马上转，跟一般的牌子都不太一样。对 对, 對，所以它这是有专利在的。对，就是它有专利。哦，当我们转速吹高的时候呢，它这个离合器才开始带动我们的这个刀具。对 对, 對, 對，了解了解 ，OK。好，那接下来就是小蛮牛的搬运车，啊，对轮式的搬运车，轮式搬运车，轮式搬运车。然后我们公司呢，就是很专业的制造履带式搬运车，大大小小的机种规格都几乎都有。其实小蛮牛的搬运车，对，已经在台湾就是非常有名的，对对 对, 對，非常有名的搬运车。那我做大小尺寸，对，那我针对履带式啊、轮式啊，对，好，来做设计。对，因为现在就是。只要是农民需要的尺寸，我们都几乎都有。对，然后这几年来，农粮署一直在倡导那个农机电动化，然后我们这台是电动的履带式搬运车。履带式搬运车。对对对，然后呢，
它比较不一样的是，因为我们马达有经过变速箱。哦，它的马达是有经过变速箱的。有很多大陆进来的那个履带式搬运车，都是用马达直接传动。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有经过变速箱，它的扭力会变大。哦，所以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它的有可以经过一个扭矩的变换。对对，而且还可以快慢速。可以快慢速，可以换挡。对，像现在坊间的那个特斯拉汽车，特斯拉啊，头台是那个韩国车有没有？电动车都是用马达传动，直接传动。直接传动。只有一个品牌，它是有经过像我们这样子变速箱的，就是保时捷。哦，保时捷有这样做设计。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一台也算是保时捷等级的保时捷等级的设计哦。对，就是有经过变速箱的。对对对，了解了解。对，好哦，然后这边油压的哦，油压举斗的，可以油压举斗，有装这个油压举斗，对，可以做选配。对，那我们的这个变速箱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个设计？你说这个？对，它是你听说也是从我们的搬那个哦，这个是这一台这个变速箱是从专业搬运车移过来，我们再把它改良成履带式可以用的。哦，所以从农地搬运车搬下来用这个履带式搬运车，其实非常强壮的一个。对对对，然后耐用度非常好。然后我们公司呢有外销东南亚嘛，哦，然后欧洲那边我们的代理商就在意大利。是。然后现在是因为欧盟类似西班牙、葡萄牙，甚至于德国，是，我们都他们都可以卖，因为其实我们全世界就德国就是最高规格的嘛。是。你只要你东西有办法卖到德国，其实什么国家都几乎就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对对对对对，哎，然后就是驾驶室的履带车，这个看起来很大台，又是履带式的，驾驶可以乘坐在上面。对对对，那这个基本上会用在哪个地方？现在变成农民用到这个比较大，就比较没有农民就需求不在这个，变成说很多做那个工程的，山上做工程的就买去。在他们一些石头也好啦，就是砂石嘛，还是工具这样子。又要载重，又要爬坡，就用。对对，会用这个。还有地形比较不好的，轮式的没有办法走，就会用履带式的来增加它的抓地力。对对对对，那我们还有做那个升降的，还有我们的升降机。对 ，OK， 给大家参考一下。对，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启发的机械公司，好，然后他们就是有关于中坑机、搬运车、好割草机等等。好，那非常感谢我们的季老板来特别为我们来做讲解，谢谢季老板。好，谢谢谢谢。好，那右边的话，这是 Monosen 的播种机，然后还有沙美的这个翼影机了哈，这边有点背光。德士，好，这个他们的联合采收机，啊，那旁边黑武士呢，就是6135C，他们比较新进的款式，好，欢迎大家来参观。好，那我们继续往旁边走了。好，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云龙科技有限公司，那这是他们代理的这个耐力卡，好，台湾总代理。好，那这个耐力卡的话是印度制造的。好，那我们现在有请我们的小老板，好，我们小老板来帮我们来介绍一下有关于这个耐力卡的部分。欸，大家好，我是云龙的经理，然后我来大概稍微简易的介绍一下我目前有的机型。是，我们耐力卡目前进来是以小型的农翼影机为主，大概是马力分布是从20到26，当然以后会有更大，但是就是明年的计划。它目前最小的它是20码，额定马力是18，额定马力十八，但是最大可以到20左右。它的变速箱是前进六速，后退两速。这边有个那个乌龟兔子。哦，乌龟副变速档，副变速档，对，主变速、副变速，二驱跟四驱，然后就是你去看到轮胎，就大概知道它是有四驱的功能。都算是全机械式的嘛？对，都是全机械式的，你不用担心说放久了会电线被老鼠咬，不会，除非它把老鼠把那个操作杆咬断，那我没办法。所以说它这一种的话也是非常的好保养，好操作。对，没错。就是这颗引擎的话。是哪边制造的？这颗引擎是哪一间公司的？这颗引擎是他们，它是所谓的三菱引擎。哦，三菱引擎。对，三菱引擎，它在
那利卡在20到26，他们是用30的引擎去做搭配。了解。30三缸引擎。哦，这是三缸的柴油引擎。对。OK。那看这个结构，就是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就传统式的喷射棒浦，也是相当稳定的。我卖了7-8年来，是没有一颗有什么问题的。哦，目前都还没有什么问题，就对了。对。OK。那这种传统式的这种引擎呢、啊，就是非常的耐用，对，好保养。好照顾，好对对，然后定期时间到就换机油就可以了。哦，那就是比较很适合这些小农。对对，那它后面可以背哪些东西啊？后面的部分呢，最基本就是回转犁嘛，像20码了，我们会建议背个1米左右的回转犁。1米左右的回转犁。然后26码呢，我们会建议就是1米2。26码的环境，他们会要求背到1米3了。1米3，对，大家都可以，就看你每个人的工作环境不一样。是，对。然后像我们这目前看到这个是。锤刀侧移的除草机哦，侧移式的那个除草机。不过因为我讲讲我没有装液压缸，那到时候这边会有液压缸，它是用外部油压就可以控制的。还有一组的外部油压，这一组外部油压，这个我要特别介绍的是，因为小型液引机大部分的厂商他们不会做外部油压，对，大部分都没有这个外部油压。对啊，然后耐力卡是它每个都给你附一组外部油压，都有附一组，对。Nice。所以你在农具的选择上可以更多元。了解，对，我只要有油压缸，我不用再另外装电控，就用了电动马达，是对，成本是相当省。对，了解，就等于说农民就不需要再自行去额外改装了。对，没错，都有外部油压可以使用。好，所以那大部分这台20的话，会背的是1米的回转犁，对，那是也可以加装，有些可以额外加装那个开沟器。对，它有开沟器的部分，哎、欸，目前现场没有开沟器、目前这里没有。我大概有照片可以看一下。好。好，可、以弄出来就是在像这样的，网络上会像这样子，影片也有，多只要搜寻耐力卡就都可以看得到，耐力卡开钩就有了，关键打上去就会有。对 ，OK， 那我们来往旁边看一下有关于这个26马力的车。对，现在26马力我目前有3种款式，是它是依照它的不同的变速箱去区分，是像最基本的就跟20码一样，前进6速，后退2速，这是阳春型的，就一根在中间挡这样。然后再进阶一点了，有所谓的9速9速，就是所谓的 shuttle 系列，前九后九，前走后九，它的档位就是也是一样，主变速3，副变速3档，最佳是9，但是它的前进后退是靠这一根控制，往前推就是前，往后拉、也是半杆式的前进后退，所谓的 shuttle， 对，缩前后缩动感是，对，它的操作起来就会更方便。会更方便，更直觉。对，如果你是在有用到，比如说这架构的前铲斗，或是我有在用一些工作，我需要前后移动的话，那这个操作会灵敏很多。哦，会很快速，会很灵敏。对对对，很直觉就可以操作。操作就更直觉。对。那它有哪一种的变速箱？你说变速箱吗？就是现在9速9速嘛。对。再上去还有一个无段变速的。无段变速就是目前这一台，这客人在做。它的控制就更直觉，主动没有所谓，就是说我没有所谓的离合器，我脚踩前进油门，它就往前跑；踩后退油门，往后跑。踩多少，它就跑多少，跑多少，放掉就是刹车。哦，对，完全不用担心我离合器没踩好，它离合器烧掉的问题不会，没有档位的问题，就没有档位问题。是你不会开手排车，也可以驾驭这台车。一个字，绝。对，无段变速的。对，无段变速。对 ，OK。好，那我们像这种26马力的话，它是属于就是多功能型的，可以装前铲斗，然后还有后面的话，它可以装像割草盘，好，回转犁，碎木机，我年底会预计进来的碎木机，然后还有后面的后背式怪手。哦，怪手，后背式怪手。过一阵子也会进来到台湾，然后甚至是锤刀式的割草机都没有问题。对。就是你想得到的机械，它基本上都装得到。哦，所以只要它符合它的马力的需求的话，基本上都可以装。了解，就适合小型的，然后你就是要需要很多种机械的话，可以参考像这种耐力卡的机械。好，来看一下隔壁这台非常的特别。那这台是要拿来什么特殊用途的呢？这台就是他们用来水田的整平。水田整平。某些区域呢，他们会用，比如说用。所谓的插秧机去改装是做整平的作业哦，很多。但是我们符合这个东西，为了因为插秧机它有它的缺点，它就是它的骨架会比较松散，是比较容易有出问题。所以，但它比如说在这个在做的时候，第一它轮胎有加大哦，对于比较
所谓的比较差的田的时候，我比较不会掉卡。了解，他故意有改这种窄胎，然后加大加大的轮胎。第一，我不会掉卡；第二，我比较烂的场，我可以开得过去。了解，对。那他这种轮胎是有分有内胎的跟这个实心胎。对对对，现在目前我们都会搭配，就是有内胎的，有内胎的就可以，有内胎就代表我可以在一般陆地上行走。我在田之间交换，我不需要在一台车去拖，我可以在短距离，因为这是最高时速可以达到二十几，我也高速的去转换我的位置，对。哦，所以如果用有内胎的话，其实在行驶上的这个感觉会比较好一点，对，会比较舒适一点。对，我不会就是想要在陆地上跑，会把轮胎开坏。对，那它这个整屏的话，这个的设计是怎么样？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最特别是它有专利的单轴水平的部分，你能看到它这个整屏器。它总共是靠这个轴去支撑，靠那个轴去支撑，然后左右两边呢，这只是辅助而已，它就辅助的弹簧去支撑。你看我，当我车子在倾斜的时候，这是浮动的，我不会因为车身倾斜，后面的整屏器就去把地上挖一个洞这样。对，所以这是对于我在水平方面，它的反应是很快速的，而且我不会有感应器延迟的问题。哦，比现在的那些加装的电子系统。反应更快，对，所以他在作业的时候速度可以非常的快，是，甚至到十几公里在跑都没问题。那这个打开的话是大概多宽？这是标准的是四米八，标准四米八，四米八，对，就是四米八的宽度。所以一般大小田基本上都可以适用。对，那原厂也有针对他的大腿来做加强嘛？对，你可以看到这部分，它的宽的部分就是原厂的部分，这边原厂加宽，甚至连前轴。这边，你看到前走这边都是原厂配件，对，走向日系的那个，对，那個、日系它有立轴，它高度是比较高的，你看它是么字型的，对，你看它结构是够稳定的，然后后面的部分呢，我们可以有针对就是脱土的部分有做特别的设计，它这边有液压缸，这边它可以把整个往下凹。哦，有下凹的感觉，下凹的，对对对，它可以带土，可以带更多。嗯嗯。然后呢，但下凹的部分它还有搭配弹簧，就是在我车子前面颠簸的时候呢，我如果不小心突然下面一个下凹，我后面是不是翘起来？是。我翘起来的时候，如果我没有这弹簧压住，我是不是会把大部分土都放走？对，所以没有抚平，对对，就一坨在那边。但是因为它这有弹簧，所以就算你。翘起来之后，它会下压，下压，就是它会把原本的要放走的土又拉回来。了解，对 ，OK， 所以它设计是有这个巧思。那这个就是这一次耐力卡的这些全系列，然后今天这次呢，就是我看到这个比较新款的，在这里亮相给大家看。然后针对于这个整屏，水田整屏用的，那这个是我们的耐力卡台湾总代理，云龙科技。那这次非常感谢小老板来特地为我们来做介绍，谢谢。谢谢。好，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哈。那这旁边这边就是亚马跟 Case， 好，然后右手边当然就是久保田嘛。啊，每次久保田也都是白蛮多的。好，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啊，左前方呢，这个就是我们宝马E引机，哦，你看这个今年的这个布展又是跟去年不太一样，又更加的精进了。这个你看这个拱门的气球，然后还有它的精神堡垒的部分。那眼前看到这一台呢，好，上面就写了 G135， 好，引擎最大马力146匹。那这一台呢？好，这台是 N175， 引擎最大马力200匹，额定192。好，那我看一下这一台的配置，前举升。好，然后它这个是 Direct 无段变速的。好，它这一台是无段变速的。好，所以是高阶车款。有选天窗。气压刹车，后方向盘。它这个双方向盘是宝马的这个专利，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它椅子可以180度转过来，然后就是可以倒着开，就很像在开那个迪格啊那种感觉。好，然后它这个是有选配，选配五组的这个外部油压。那这个客人一定是有特殊用途啦，不然
不会选到这么多东西哦，选起来这个价格也是非常高的。好，好，那这一台的话是他们的 G115，好，那大概大约马力在115到120之间呐、啊。好、哦，那它的车型跟 G135一模一样，就差在这个电脑去设定它的这个马力的部分。好，那它这一台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里面的配置。像这台 G115 的里面的配置就是他们 Active 的版本，一般的比较一般的版本，哦，他们标准的配备是这样子。那这一台的话，我看一下，这台是 Versu， 好、哦，它高阶版的。那我等一下呢，我来邀请他们的这个业务的好、哦、业务的副理来跟我们好来讲一下宝马一影机。好，那我们现在邀请到的是宝马一影机的业务技术部的副理，好，黄胜尧。Hello， 清水农机的各位粉丝朋友们，大家好。那是谁？巴卡巴卡，嗯，巴卡巴卡。那我看你们今年的布展呢，非常的用心，哦，那你们今年呢有什么特别的改变吗？那我们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我们今年我们推出了我们最新的机型，就是在各位观众右手边的 G115。那它的最大马力，引擎最大马力多少？引擎最大马力为122匹。122匹。在大家右手边，在大家的这个镜头的左边呢，就是我们这个最新款的 G135， 我们的蜘蛛人烤漆配色。蜘蛛人烤漆配色。没错。那我带各位观众呢一起来看看我们双方向盘，我们的 N175 这台无段变速的机器。哇，哦，这个真的是有特别烤漆过哦，这个非常非常的帅气哦。这个颜色呢，就是我们 Unlimited 客制化烤漆，只要你想要宝马一影机完成你的梦想。哦，了解。那这个客人他感觉他选了非常多东西耶，那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吗？没问题，因为我们在外面，我们不用上车，没关系，我们就在外面介绍一下。OK， 因为客户他们都会来参观，我们都会把车子锁起来。好，这台车呢，首先他选了 CVT 无段变速，无段变速，以及他选了双方向盘系统，双方向盘。第三个他选了前举升，前举升。第四个他选了前 PTO， 前 PTO。以及第五个他选了后天窗，后天窗。以及第六个他选了这个兄弟队的亮黄色烤漆。哦，兄弟队的亮黄色的烤漆。那其他有一些这个比较小的选配，我就不一一赘述哦。那主要这些选配呢，加起来的总价值超过122万元。哦，光选配就超过122万元。Nice。还有选配逆转风扇跟 Smart Touch 触控萤幕。哦，如果大家不知道什么是逆转风扇的话，可以到宝马一影机的那个 YouTube 可以去看一下，他们有特别展示他们的这个逆转风扇。没错，就是当我们在做一些比较杂草比较多了，会覆盖在我们的铁网上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风扇就会逆转，会吹出来，把你的一些杂物吹走，比较不容易造成我们引擎的温度拉高。没错。那么我们接下来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宝马一影机全新推出的 A105。A105。这一台 A105 的引擎最大马力是几匹？这台车的最大马力为107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台车采用我们芬兰的国旗配色，搭配我们的黑色亮框烤漆，以及我们里面的这个草绿色的这个脚踏垫，去响应一个环保地球的一种大地色配色。那像这种100出头的马力，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来购买？这台车呢，非常适合职业水田使用者。那么我们在打水田之后，我们下一期割完稻，稻头田呢依然是非常有力。经过我们的客户使用，大概可以在时速3.3公里，达到一个全部的平均工作时间。了解了解。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你的大马力的车吗？没问题。那我们展场呢，现在展出的是我们宝马一影机 T 系列的王者。我们的黑金刚，哦，黑金刚，这个烤漆也是很有特色。这台车呢，我们的最大马力是271匹，我们的额定马力，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是 T25，T25 引擎最大马力可以增压到270匹。没错，那这台车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台湾的职业代耕，在南部地区或是在花东非常热门畅销的车型。那像你们这个六缸车，还有什么型号？我们的六缸车呢，从我们的 T155 到 T175、195
跟 T215-235-255 机型总共有七种，非常的齐全。但是呢，从 T155 到 T255 全部的车型呢都属于这种299公分的轴距六缸车型，重量一模一样，那就是一模一样的车型，可是它的调教都不同。没错没错，调教电脑有一些微的差距。那这一台的话，有一些特色我可以跟大家介绍。好，那请问一下有什么特色呢？我们今年跟去年，我们大型农机补助呢都是要这个使用尿素的机型，我们必须要降低我们的碳排放。但是我们宝马E引进呢，针对台湾的市场，我们有推出两款车型，第一个是 T195， 第二个是 T235， 我们可以选用这个免尿素的共轨引擎系统。如果你今天你所申请的是小地主大佃农，或者是产销班，甚至是合作社的话，它是不需要经过我们农粮署的碳排放检测，所以你就可以购买没有尿素的最新款的五系列的宝马E引擎。哦，所以你们还是有这种六缸车，像这一台就是有尿素的车嘛，这个蓝色盖子就可以看得到。没错，我们经由这个蓝色盖子可以看到是否尿素哦。哦，所以你们只有两种六缸车，有两种，像是 T195、T235 没有尿素。来，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客串我们的小可爱哦，然后我们的镜头这个打个招呼，大家嗨。我觉得宝马就是第一轻巧，轻巧，真的转向速度快，而且又是田中所有的第一部，欧洲界第 number one 第一名，所以我会强力推荐宝马E引擎，赞。好，那其实哦，你看从早拍到晚，真的是每个厂家我都希望可以让大家可以。让每个厂间都可以仔细的去介绍他们的机种，让大家更了解，也让一些没有来农机展的朋友们呢，可以了解一下有什么新机种，以及每个机种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你看这边都有各种资材方面的东西。我相信这个有在看我们频道的，一定有更专业的人，更了解这些东西了哈。那我就针对我们家主要在贩售的产品呢，我会更深入的来让厂商来做讲解这样子。好，影片的最后，感谢你看完这么长的一个影片。好，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那我们明年见喽，拜拜。